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圆圆，欢迎收看 Maxonary 大设计。闹钟对于起床困难户来说，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个摆设，毕竟迷迷糊糊中关了闹钟睡得更香。为了避免大家睡过头误了事，国外一公司竟然另辟蹊径，在袜子上下功夫，打造出智能袜子 Slock， 闹钟一到就开始挠你脚心，看你还起不起。Slock 看上去就是一只破了两个大洞的袜子，这是为了保证睡眠舒适度，采用了无跟以及鹿角趾的设计。睡前设置好闹钟，并且把袜子穿好，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睡上一觉，保证你第二天不会睡过头。而它的叫醒方式也极为特别，闹铃时间一到，内置的马达就会开始震动，痒得你根本就不敢赖床，只有下床通过身体重量给其施压才能关闭。该马达在设计上还采用了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弧线设计，因此在睡觉的过程中不会有不适感。相比起其他闹钟， Slock 还具备零打扰这一优势，它只会挠得你不敢赖床，对于同睡在一张床的另一半却完全不会有任何干扰，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贴心了。起床困难户都不敢多赖一分钟的智能闹钟袜子，你要不要试试它的威力？视频元素来自 Upcoming， 由 Maxonary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ary 创意公园。